欣赏相声学英语表演者高峰、栾云平合作。谢谢各位热情的友人们，大家都喜欢听相声。对，刚才这俩人呢，这相声说的挺好，这也是一个传统的段子啊，叫造虫。造虫。经过他们的改编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还不是一师之徒，是吧？这个冯兆阳呢是于谦老师的徒弟，对，大胖子杨鹤通呢是郭德纲先生的徒弟啊。他们两个人呢的老师啊就是好搭档，他们两个人就是好搭档、啊、对不对？对，谁呢？他俩的师爷呢，一个叫侯耀文，一个石富宽。嗯，打那个时候人家就是好搭档，是，所以说他们这师徒啊都传辈儿啊。他们也是郭德纲的徒弟，对，郭德纲的爱徒，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郭德纲的徒弟排云鹤九霄嘛，啊啊，他就是您是真的了不起的人物，了不起。哎，在我心目当中，您就是很了不起的。嚯、哦、啊，在我们这儿也担任重要的职务啊，在我们这儿担任这个是对医是什么？担任兽医。您都穿出来了，这个。这叫可怜歌语。对，这是我的标签。什么叫什么意思？您不是说您穿着寿衣吗？我多的说，你说我是贵衣，这叫什么？不是，您是这个相声界的一把手，贵衣啊。哎呀，胡解释，不是胡解释，社会上不有吗？一哥一姐，您是贵衣，对，这叫第一名。给别人有对付啊，您是对付。还有个队字，有个队，有一句偏音，有个队，对对，队长，队长，对，队长嘛，一队之长呢，谁不知道？后台这些人呢，现在是德云四队吧？虽然说不是他所属的那队，但是他是还有落一字，他总队长，所有的队员、德云社的成员都属他管。你看，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本人呢，也很有文化。他属于这个大学没考上那个。那你说的干什么呢？对呀、啊，那你说的干什么？我都没说，我没说。不是，你是对外原来这么说的啊？您什么文化程度？我是大学没考上，或者差俩钟头没毕业。这不您怎么开这么说？是我是爱，我爱的。对吧？反正真正的确实啊，有学问。不是说有学问非得上大学。高尔基哪大学毕业啊？对不对啊？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是吧？高尔基呀、啊，写过这么些个作家作品、名家名段，人家没上过大学，社会大学教育了我。人高尔基原话嘛，对不对？这是高尔基说的。高尔基说的。哦，我们上人哪大学工作？都说人没学问吗？天一脚，地人一脚。哎，有学问人不一定非上过大学。是吧？他是北京名牌的小学毕业生，你自学呀、啊，您就看不上那种教育程度，您就自己学习。我这考试班，我跟你说，你太谦虚了，自学成才，数学够呛，各方面人都掌握，知道点，对吧？你看多客气，他有点啊，揪着胡子过马路，谦虚，小屁话。您可以说是屁股后头啊挂水瓶。有一定的水平，真的，在相声这方面也会用这俏皮话，这不是俏皮话吗？教育啊，屁股后边挂水瓶，哎，有一定的水平，屁股就是定啊。我上一面，你甭解释这下半句啊，你这上句就错了。我记得有个比喻，人屁股后边挂暖壶，有一定的暖壶。我挂一屁股暖壶干什么？你挂暖壶干啥？屁股后边挂暖壶、哦、有一定的水平。哦，对对，就上句出现的词儿，下句就别出现了。对、啊、暖壶就等于水平，屁股后头挂暖壶、啊、有一定的水平。哦，飞机上挂暖壶，这句呢高水平。高水平。膝盖上挂暖壶，这是水平比脚高。哦，比脚还高。嗯，各方面知识都有，说学逗唱这是说相声的四要素，对吧？学这方面包罗最万象，是不是？包罗最万象。去过吗？
行吗？他这叫不挨着。怎么不挨着呢？包括对外向。对外万象去过吗？老挝万象。万象。哎，没去过吧？咱就说什么呢？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这些个地儿，没事应该去转一转，嗯，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哎，瞧一瞧，看，你这妖怪！瞧一瞧，看，还真是应该瞧一瞧看。是是啊，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国、印度，对吧？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你捋这线儿，你转一圈。咱坐飞机去吗？咱走着去。哟，走去多累呀、啊！累不要紧，怎么办？你飞着吧。我不跟你去，你自个儿去。到了国外。国外有国外的那些个社会现象，是吧？国外有外国人，嘿，对吧？你跟他们交流交流，学点外国的经验，外国的社会知识，学点外国话，这不都挺好的吗？应该学一学，应该吗？对，哎，您这经常的出国吗？你这嘴里是什么说的是？我问您经常出国吗？啊，我还经常出国，我那时候我一回都没出呢。你怎么没出啊？我都看见照片都有你啊，在那个就是深水那狮子头那儿，你跟狮子头合影绝对。你说什么狮子头丸子？我跟丸子合影呢？你这是你跟狮子头就那新加坡那个吐水那个？这个新加坡，新加坡吐水那个？谁跟你这握手？你合过影吗？对不对？美国那百脑汇你也去过呀？百脑汇，百脑汇，你在这看见那个什么狮子王吗？这叫百脑汇。百脑汇，我们都老不分，你别讨厌我，我也不考笼子壳子，你活吧。老去没去过？哎，瞧过狮子王。对呀、啊，你这不都去过？你还要干嘛？你还要上哪儿去你？去过国家不少，我想问的是啊，你关于这个外国的风土民情、生活习惯、国外的这个语言这方面，你会说吗？嘿，好，您直接问多好啊！那就外语这方面，我基本上啊，百分之百吧。百分之百是会是不会？全不会，全不会，全不会，不会也没关系，你别灰心啊。就你这个聪明才智，我估计啊，接受能力错不了。哎，好，你要都要心态放正了，你要愿意学，认头学的话，现在开始学呀，没时不晚啊。你就拿十天背一单词呢，是不是？这一年的话呢，也得是30多个。是吧？晚点吧。你待着有用就累了，对不对？反正你呀、啊，认头下功夫，学点外语。我跟你说啊，学点外语真不错。我呀、啊，想学，想学学的。可我们这后台呀、啊，没有什么有文化的。你是后台的吗？别老跟后台比。我往这瞧，看着我呢。我呀，你怎么了你？我怎么了？我教给你外国话呀，外语。你会外国话？你看过中央四吗？看过国际频道，知道夜里3:30有一档节目，那是你，对呀，就是那个外语讲座，好家伙，哎，为什么后半夜啊？嗯，他得给外国人看，知道吗？时差有时差，哎呀，嘿，我有时间段这是活的，哎呀，就是我给讲的，老师我穿的是不是大褂，穿的西服，你知道吗？你那是羊肉啊。你进去就给人赶起来，是演员职业病啊！你喝逮着给你换一个，逮着给你换一个，干嘛？不是穿的那个衣服，就山沟头那个西服，西服穿着西服嘛。嗯、我坐那儿，我人讲座去，外国话，我人讲座去。你不跟我学，你拜我为师吗？啊，你算我徒弟。外话门的啊，咱们的哎，你直接录一十四。哎呀，甭这么问，甭这么问，我先问你，你会哪国话呀？我就哪国话都会，你想哪国话，我会哪国话。哎，也有哪话，这是我外号吗？外号是小兔，小兔。哎，好 ，Siri， 是吗？你外号叫什么吧？叫小兔还是叫 Siri？ 都行，哎 ，Siri。
我在，我也在。小杜小杜，我也跟着你们打着呢，全行全活，行了，全活，文曲星，我就文曲星。哎，用你一个岁数赶上吗？赶上吧，用过吗？那么尴尬，对对对，当时有那粉擦的。你这是补妆来了，补妆来了，五指擦粉干嘛？里边有那个按钮，对，按那个 A B C D 对吧？哥哥哥什么的，你摁。知道吗？各种语言是女孩的，文曲星带翻译的，我就是那个翻译。你问我什么，我就哪个话都会。那你有没有拿手一点的？您这哪个话都会？你这我主修的。甭弄这领子，说就完了。好家伙，不尊重大家吗？主修的啊，主修的是这个法国话，这是我主修的。其他的呢，我的第二专业是什么？我看您这嘴里。您这嘴里是不是有头发呀？这说话都连了宗了。不是，就你不问我哪儿说的最好吗？啊，我告诉你，法国话说的比较不错。哎呀，法国话，法国话，法国话，咱俩说的一样吧？法国话嘛，法国话，法国话，法国话，法语。惯用简称，我惯用简称，叫简称，反正就法语嘛，法语，法语，我说的不错，不错。哎，因为我去过法国，我在法国首都巴西，我在法国待了不到四个月。巴西，法国是法国，巴西是巴西，知道吗？我用语挑骨，我外语专家，这俩字我分不出来。巴西我也去过，巴西我最喜欢巴西人的足球。杨宝森的《红楼梦》，我挨着。哎，为什么非要挨着呀？我就喜欢看足球，喜欢听京剧，还得挨着，是行吗？不是，法国是首都，可不是巴西呀。对啊，里边那个不是哪儿吗？哪儿啊？巴西利亚，巴西利亚吗？巴西首都吗？巴西首都叫巴西利亚，还有巴西首都，不是里边有那卢。你是不是又喝了？你不问巴西首都，满嘴跑火车。法国的首都，法国首都能是巴西吗？法国首都叫这个巴布巴布，哎，有个巴子，法国首都巴子，法国首把一带就出来了，法国首都巴子，法国首都黎，黎巴嫩，巴也没了，黎巴嫩，巴黎，巴厘岛，对，连谁家的岛啊？啊，就俩字啊，音什么的，朋友们您得原谅我，这属于异音。知道吗？异音，他这是因为法国话管这个巴黎，这不叫巴黎，巴黎是普通话，法国话管巴黎就叫巴蒂，巴蒂命运鸟了，说巴西巴西，法国话就叫巴蒂。我在那儿巴黎吧，巴黎，我在那儿待了四个多月，四个多月，巴黎有一个塔，大家都见过吧？啊，天塔。我在天塔底下那个小红花圈，天塔在这儿。我说的是巴黎那天塔，看你是没有常识。巴黎那塔叫天塔，这天里边有天塔，咱要不那北京的天塔是北京的天塔。在那个环球湖那是巴黎。我给您普及普及啊，这天塔就是跟天一样高的塔。我去，这人哪到哪去了。去你的吧，去你的吧，这回你了，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换俩口气就是吧？哎，等等，天塔是天津电视塔的天塔，哦，北京也叫天塔，不是高知道天塔吗？我们这儿谢欣教我的是北京的天塔，是你说你那点榜样，我说不对啊，反正咱就是北塔吧，您说北塔是吧？北塔，然后那个巴黎那个也有个塔，巴塔，巴塔不叫巴塔，它比天塔还有名，比巴塔有名，它叫这个字儿挺多的塔，叫什么叫会字儿挺多的吧？它叫埃及金字塔，东西位置埃及金字塔，它挨着那个。谢谢哎呀，不要学人了，说你人面像吗？人面是埃菲尔铁塔，
对吧 ？Elephant 都是一斤，都是一斤，说不上来就一斤，他这一斤记得都乱了。反正塔吧，大家都见过，那原来是那个供电局那变电站，后来呢，就是就用完也没拆，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好长时间了，那塔连。好几百年，二三百年了吧？咱没到，咱那塔在那儿。我当时就住在铁塔区，我在什么区？什么区？铁塔区，铁塔区有这么个区吗？当然有这区了。去过西安吗？到过。哎，西安有大雁塔。对，您拿高德一查，在雁塔区，对不对啊？他是大雁塔，在雁塔区，那铁塔不在铁塔区？我也可证，你不懂。但是你要给我写信的话，你先写小地名，外边人就麻烦是吧？先写小地名，对吧？门牌180号，10号铁塔区。谁还给你写信呢？我那有邮编呢。那人举报你。报不了给我写信了。咱就是说什么呢？我当时在那儿住，所以法语我说的相当溜索。现在，嗯，哎，有机会吧？有机会我带着你。哎，小杜，哎，小杜，我得两遍，一遍我。我跟杨少华讲，今天拿这小豆小豆，有一个不太知名的人唱的《双锁山》，那玩意儿哪找的？啊，那个小老师嘛，啊，您好，你看到了？这我想今天学这个法语，没问题，好吧？哎，义不容辞，义拜拜不来着。哎，我非常高兴，很荣幸啊！嗯，咱们是怎么个学法？我就学几个词儿啊。学词儿行啊，您随便问啊。嗯，法国只要有的，您随便问。随便问。哎，法国没有的，你不能问啊。嗯，法国只要有这东西，你就可以问。法国根本没有，嘎派怎么说？是法国没有的，那说不了。嗯，这儿难，当不了。没有，你要不说这词儿，我也想不起来。法国得有的，嗯，都有，大褂儿的都有，法国人不穿大褂儿，知道吗？哎，你只要法国有的，桌子呀，什么请坐呀，香烟，先卷烟卷，先卷烟卷啊，什么烟卷叫啊？我不学烟卷，法国得有的，你不要胡问啊！我肯定问那个，得说我们肯定问去关桌去，不是？对，哪儿都有的，哪儿都有的，是吧？好，您问吧。帽子，法国没有。你听见我说话了？这个先学烟卷啊。帽子，啊，帽子，法国有吗？哎，法国人不戴帽子。不是，帽子法国虽然有，但是没法说。嗯，帽子种类太多了，对吧？什么帽子？草帽、皮帽子、礼帽、毡帽、帽头、泳帽、小黄帽、对头，对吧？哪种帽子呀？你说说哪种帽子呀？你这么活着累不累？就这俩字帽子。哦，您是学这统称是吧？学统称啊。嗯。哦，帽子不要见我。法语这个帽子，您注意发音啊。帽子。因为是法语嘛，发音比较跟咱不一样、啊。那肯定。法语帽子叫，拿，绝对是这个。挨着乐的都懂法语。正音啊，你正音是拿。哎，留着半口，练一下啊。那眼镜啊，戴着眼镜叫鼻子上，上。听着你那耳熟，你会法语吗？不会啊。不会怎么能耳熟呢？你朋友都是法国人吧？朋友才法国人。哦啊。不会别人什么鞋叫鞋是吧？哎，是花子，动弹不动。吃点什么可以问一问吗？吃法国人吃不了吃啊啊！吃什么不一样？你看吃什么？哦，你比如咱吃花生，花生啊，花生，不要吃吃。大人管就是不要吃吃。那不要吃樱桃。橘子是包皮儿，不是不是。他问这都有代表性吗？这个法国这棒面粥怎么说？你看看，开始询问。法国没有，法国没有，法国人叫牛排，锅上顶的，身上穿黑，切完牛排，
来碗棒面粥。这行了，那不和谐呀、啊，都。不，甭管和谐不和谐，哪国他都有老玉米。啊，人家不那么做、啊。嗯，我给他做去。非问这个。棒子面不是？棒子面粥。棒子面粥啊，棒子面。棒子面。但是刚熬的呀，是这两天的，这发音不一样。对吧？咱得说明白了。有这么细致吗？当然了，那不一样啊。哦。你认识呢？我认识，对，刚熬的。刚熬，冒热气的。对，最近啊，哎呀，烫气。哎，这点词啊够我消化是吧？您刚接触啊，嗯，咱已经跳过这个字母啊，还有音标这一课了，嗯，是吧？直接切入这单词了，单词，所以您接受起来有点费劲，嗯，啊，消化消化吧，啊啊，好好消化，消化食水就不伤肝病了，下，咱再见了，消化消化。哎，等等等等，哎，这您带我再学学刚才这个，啊，刚才这些您教教我呀，没说还复习啊。用说的，我都没学会呀、啊。不是你这复习呢，谁记得住是不是？什么？谁记得住？就是啊，谁记得住？你问的什么呀？我能记得住啊。你记得呢哈？我没问题啊。哦，行，你慢点问啊。啊。头一个是帽子。帽子哈，帽子我记得，帽子叫 Dutch。好，头一个是巴黎正音 Dutch。你这进去，不行，您这有点接近德语。要不我学德语？不是德国那个二，那叫二那人，有可能二，可以这么说，我明白这句话了。二强，懂了吗？二，啊，进去。你再慢点说。那进去，你并没有慢，你慢一点。还不行。那进去，你能再慢点？再慢点，法国人就不懂了。帽子叫脑袋顶着，脑袋顶着，对，这帽子可不都脑袋顶着吗？帽子没有竹竿挑着的，哎，竹竿挑着雨伞，竹竿挑着，当玩学一词儿用。哎呦，这叫衍生词，哎，衍生词，记着啊，别记着，竹竿挑着。这是什么啊？这是雨伞。帽子是脑顶。哎，不行，这俩容易混淆，容易混淆，弄清楚。眼镜，眼镜叫鼻子上面。慢一点吧。鼻子上面，你都说出来。鼻子上面。眼镜可不，鼻子上面。鼻子上面。鼻子下面是口罩。又腻在这个下头接着。嗯，那口罩叫鼻子外边。你都戴着呢。鼻子下边儿，刚才口罩戴好了。对对对对对，鼻子下边儿是假牙，口罩叫鼻子外。鼻子外，哎，就来了。鞋叫挨着袜子，鞋叫什么？挨着袜子，挨着袜子，哎呦，叫袜子呢？挨着鞋。哎呀，挨着，挨着，互相得挨着。哎，花生，花生叫哟，该饮食是吧？花生叫 orchard， 樱桃除了果吃，橘子包皮儿除了果吃，这个容易都想。刚才难点啊，在那棒子面粥上，这刚熬的是这两天，刚熬的冒热气那个，对，烫嘴，烫嘴，烫嘴，那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嘴别说太清楚，烫嘴，烫嘴，哎，哦，烫嘴，这是刚熬得的，对，要搁了半天了呢。那是热热，你俩们这不骗人吗？这叫法语，不骗人，法语太难了，对你来说太难了，我就太难了。真教给你法语，你也学不会。各位亲爱的朋友，也不知道我说的真与假，他不见得谁都懂这法语啊，对不对啊？是的，玩笑玩笑，让你放松放松。人家小没小过，我小点什么呢？你小点啊，比较通用的，嗯，到哪个国家都用得上。法语局限性太大了。学点英语，英语行，英语行吧？你本来会啊？不是本来会，我给你提高提高。你先等着，不是本来会，嗯，这英语你骗不了我，你骗我人都知道。没打算骗你呀、啊？哎，你说的对，各位朋友都会说英语，对，咱也不跟你瞎讲啊，对吧？英语你的基础怎么样？我不太行，我原来净踢球了这课。哦，对，没怎么听，没关系，打头来，打头来，打头来，那就是什么字母啊？什么音标啊、单词啊、语法呀、啊、剧情啊、对话呀、啊、作词啊，不就这个吗？
就这几步，对不对？字母呢是二十多个字母，是吧？然后呢就是音标，你得知道怎么念呢。对，然后大量的积累单词，这个跟你们背的绕口令啊、贯口跟那一样，偷不着懒，是得下功夫。那可不，嗯，但是真下功夫。不能出工不出力，天天抱着字典翻头页，然后天天我翻的，我翻的这词儿就不吉利，是吧？一上来老让你放弃，不，你得下去功夫，一天背三十个，一天背三十个，背熟了，转天得复习头天那个，再学新的，这就60。你得下功夫，是你别随背随忘不行。嗯，然后语法就能对话。哦，哎，英语呢，怎么着你得也有点基础。咱换个方式，通过对话的形式，我教你说的英语。谁跟谁对话呀？我这一句，我这一句都没有。嗯，一带就有了。英语就是语言环境，对不对？你不信，给你爸给你扔到墨西哥去，你给你哥到国外去，马上你有俩月，你行了你？我就会了。对呀。哦，他们就会了。我这他们就会绕口令了。你呀，没问题，理解可以。啊，我一帮你回忆小时候的行行行，你从那边有个特别简单，别紧张啊。我还真是有点。Hello， 这你这还不懂吗？对吧 ？Hello， 哎，大胆说，大胆说 ，Hello， Hello， 哎呀 ，My son， 他们懂吗？问好了。对呀、啊。后边也是跟你打招呼啊，大家叫兵王哥们儿，打招呼就见兵王弟兄，打招呼弟兄，好嘞，嗯，我怎么说呀？你喊我呀，喊我爹地，也是弟兄，是吧？麦克，你这哪有？我这怎么喊？我这呆地。对，你这是麦克，都什么意思？都是弟兄，都是弟兄。哎，对，那咱俩这声音不一样啊。不是，他是同义词。弟兄兄弟，哥们儿，都是同义词。哦，嗯，你爸爸跟你儿子都同义词。你小子不地道啊！你怎么说瞎话啊你？我哪说瞎话？你刚说英语课都踢球去了，你不会英语吗？是我不会英语，是不会英语啊！这后台，这个词我必须我得知道。是啥意思？谁呀？你这说话你咋的？说瞎话呢？你要大叔都不会，到时候方便着吗？那这样的，我不是方，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来。这样，不是怕你紧张吗？不是，你现在放松了吗？我哪放那兜子，我都放松了。放心，我挺放，这后台一听着怎么？我那刚才我的太阳能放进我的太阳。我们咱不要再有理论了。我没有理论。啊，这头的声音，我这个半字辈儿又下降。这是我估计学深的，你不来这个？哎，我分不懂，你们穿着这个西服西装的是吧？我穿不着。哎，你这有点，他这有点洋味儿。没有汗了吧？没有了。哎，我穿不着。不灵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也是跟你问好，别老说哈喽了。你看这课本学还好不住呢，好不住。您到国外那都是老学究才这么说的，那的话都淘汰了，是吧？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我擦鼓打招呼，我打招呼，你也这么说，我放心了吧？我擦，哦，不完了吗？我擦，我擦鼓，我擦。是吧？有问题吗？那是瞎编的吗？对，这没有问题。哎，那你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我上哪儿去？你说你这么说，你也别说太明了，你怕我跟着你是吧？对，你说扎死郭品华，扎死谁？扎死谁？扎死 JUST， 扎死郭品华，扎死什么 T？ 不用拼写了就。那你绕着我干什么呀？Just walking around. Just walking around. 哎，发音很准，又还蒙对了。嗯，没事，我给苍溜一圈。回炉是吗？风景区嘛，别烧透。风
你吃吗？我当不我不不，就是没事，我瞎溜达溜达，瞎溜达。哎，对，炸死高兴，挺壮。哎，为啥来个东西？炸死的时候挺壮。对，行。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你隔离过吗？你太外国化了。本来就都是外国化呀。不如这刚刚才那好接受了。你为什么不接受？就全不懂了呀。不懂的没关系，这是我的词儿，又不让你学这个，轮流浅入深嘛。啊，我说完这一句，到你了。我。哎，这时候你呀，这个表情上非常开心，开心高兴，哎，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的。你回答，你这么说啊，你词儿很简单，你说 wonderful。对，好好发音正确。嗯，来，情绪不行啊，高兴你高兴，你高兴，心里挺高兴，心里高兴，你表现出来。哦，哎，万德福，假如你得真的跟真的一样，万德福，万德福，万德福，就这样啊。你我启发什么你？你最喜欢除了相声什么艺术？啊，你这个我怎么答呀？说什么艺术形式？你最爱的就是京剧。最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嗯，比如说吧，啊，现在啊，你就看见金少春了，看见侯喜瑞了，在你眼前专门演给你唱，呵，你说信不信？高兴不高兴？我的心情就是我可能要到站了。这都去世多少年的人了，我看他就跟我唱，我多少年老年去了。让你高兴啊，让你高兴啊，高兴就特别高兴吧，你自个儿找伴儿吧，啊，特别高兴，捡钱包了，捡钱包行，好，打完之后里边有五万块钱，嚯，好多厚的钱包啊，行，存边存边，没问题，高兴，好，你来，什么词儿来着？万福，那五万不也这样吗？那你自个儿找吧，是吧？头头那两句就记着啊，这老太太父亲不行，哦，行。好，拿那边来，哎，我在这儿。Hello， 刚才你，我咋不容？打死我给你说。By the way，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万总，哎，介绍能力行啊，行了，有机会了，有机会咱再去下一个。我用一句英语结束今天的讲座啊，拜拜。你也没忙，这刚才您这啰，被误会了，就是这挺长的，什么意思？我说那个啊，你跟那个白刘威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他有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你没有必要掌握，这是老词儿啊。对吧？我记住你这个，完整哦，行行行，记住这个就行了。我就这句，咱俩学学，到时候我后台我教他们去。你别轻易教下，你别瞎教，你会太少了，搭一句给你问住了，你三天找不着大门，你多损着你啊！等你会多了，你再教别人去，就好为人师的人。你就记住你那个，完整哦，完整哦。不是，可是您当老师，你应该你教一教我，得学点明白英语，是吧？啊，不明白吗？你都挺明白的，头脑。头脑不是挺明白，哪儿去了？北仓我都记挺清楚，字儿可不成了。但是你不记住你这个，慢点好，慢点好，就行了。嗯，什么叫你教没教会我干什么呀？不是我不教你，大家都知道他这人狗脾气，是不是？这是我特点。我一教他，啪啪一翻脸，这么些人，你说大过节的，你不好收场啊？行，过什么岁呀？咱不离十几米多远吗？你不好收场。我不对不对，你掉脸怎么弄？你教我东西，我还掉脸，我忒不人了。那不是吗？我就不会掉脸的。我就掉脸吗？咱就把。我要掉脸，我完蛋。这朋友们都听着呢啊，这他说的啊。哎哎，啊，你有这话就行了。是不是？你这样，我连班的我一块教给你。教就糟了呀！你不就问那个白的胃 ？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it？ 这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嘛。你说的呀。白的胃，就是 B T W。还有那么一个事儿，捎带手啊，跟你聊聊。什么事儿？重点在后头，我听听。I would like to marry your wife. Are you okay with this？ 就是说让你媳妇嫁给我，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我媳妇嫁给你，征求意见来着，还征求我意见，对，乐意不乐意？有的问的，这没有乐意的呀。行，谢谢王八蛋。我就不告诉你，知道你生气。不是那个豌豆腐，豌豆腐呢？豌豆腐，这是啊，太好了，太好了。学满语，我们有一位相声老前辈刘桂田先生，人家在解放之前就把这个改成英语了，所以呢学英语呢那也是老段子，但是他那时候改的英语呢语法上啊各方面呢可能是符合当时的外国人说话啊，后来呢也都不太符合现代，我们都把它调整调整啊，我们心里就演这段还真是嗯，今天这今儿他在后台呢央着我啊你没气难吃错药是吧？那你起位，咱不管怎么讲吧，这是个好演员，上了厅堂啊，下了厨房，这跟演员有关系。这是类比，就是说您呢，这样的节目也能演，那样的节目也能演，各方面的节目各种类型的呢，人家都可以胜任，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是不是？后台来讲呢，大家对郭德纲呢、于谦呢比较算最熟悉的，啊，对他呢也不陌生，他在德云社呢也不少年了，啊，你在这混多少年了？混，混多少年？在这儿你自个儿说吧，这多少年？工作，哎，工作学习15-16年。15-16年，你看他说出来风轻云淡的，知道吗？其实啊，这确实是。怎么什么呀？确实是不容易啊，哦，不容易。15-16年呢，在这个德云社呀，他那大小旮旯啊，他都弄明白了。每个人呢，哎，他心里他都有数，应该知道，对吧？那当然，他的脑子特别的快。对，我特别哎，也不跟谁比呀，当然后台这些人是慢多了。在他们家的角度，后台这么多人，我算慢。当然了，你这老不服呢。后台这么多人，我算慢的。你算慢的。在我们家呢。你算最快的。玩这傻子头。没这么解释。哎呀，这话就您是是吧？后台这些人呢，甭管谁坐在一块儿，什么出个题儿啊，来个智力测验呢，刚才那不有猜个谜语啊什么的，不给他玩，等他玩他就把这老秧子给赔里头，是吧？你要说什么人家没说过的啊？哎呦，那可背不住啊！我说的应该咱们都不会。重点注意啊！光着膀子赔麻袋，甭这个，来吧，都快！这我知道，光着膀子的，这什么？这我知道，这什么？这个肯定是冷啊！这猜字吗？猜一字怎么了？不是字谜，光着膀子赔麻袋呀，猜俩字。一个东西，喝的，哦，可乐，哎，我想起可乐是两种可乐，可乐，我念算了，你念什么？姑娘喝口可乐，你不对，那我不知道，不知道吧？告诉你，听清楚那个题了吗？光着膀子背麻袋，光着膀子走吗？光着膀子我知道，哎，是背的，光着膀子背麻袋，这是扎皮。你猜着吗？我再来一个，你还猜不着。注意听这个啊，说有一口井，对，这听懂吗？井深是5米，井底下呀有一个小白鼠。小后台小白鼠了。哎你听过？我听过，原来井底有一蛤蟆啊，猜一小女吗？真是井底之蛙吗？那不是，那就告诉你蛤蟆，不听这姑娘，井底有小白鼠，小白鼠想上来，注意啊，算什么呢？这小白鼠啊，每天白天往上爬3米，晚上呢，由于困了呢，往外头退2米，说这小白鼠几天能爬上去？你动动脑子，不是井底之蛙呢，就告诉一口井里边一个。耗子，小白鼠，小白鼠，啊，这多行！
东西还真不少啊。白天爬山，晚上困了，睡凉了，啊，困了。五天，一共五笔啊，五天，几天几天？不对不对，我都打上，不对，不对，我这智商这三招，我给你换一个，说一口气，兄弟们啥你多少？这啥名声？有啥名声？现在我就说你就是东西。你这不对，我说这对。几天呢？五天。怎么算的？你看啊，这个小白虎，哎，白天是三米，爬三米，晚上困了呢，退两米，哎，合着爬了一米，一天一米，仅剩五米，五天。这么简单的你啊，这么简单你们不用问。那你说答案？三天。不是对不上。怎么对不上你？我给你算。你算的。注意声量，咱一天天算啊。井深多少？五米。第一天啊，背一啊。背一啊。白虎，背一白天往上爬三米，晚上退两米。我听见了。爬几米了？爬几米了？爬几米了？爬一米了。爬几天了？爬一天了。第二天白天又爬三米，对，晚上又退两米，是，一共几米了？爬两米了。几天了？爬两天了。第三天还几米？三米啊。第三天白天三米上来。哦，